私なら大丈夫だよ。ここで待ってますから。勇気をもらうだけじゃなくて、あげられるようになりたいの。歌うのはあんまり。Hello， 新演员，晚安哦。今天镜头怎么这么亮？奇怪，有时候都会这样子，搞不定这镜头。掉帧了，到底还是要重看一下。我不知道这镜头，因为有时候是数值的设定。看一下，之前调过去调回来又会好了。争议啦，可哇，这样好多，原来是要调争议啊，抱歉。掉帧。这样太暗。30好了。好。OK， 好，谢谢新演员。
Hello, Misa Coco， 晚安哦。不好意思，刚刚在看 Discord。哎，看一下今天课题。本日的课题 ：Sweet Sweet Holiday， 一回。对啊，可以换了吗？看一下什么时候才能换？哇，还可以换到这个初期卡，我超兴奋的。我看除了初期卡还可以换什么？初期就换不完。还有这个技能卡，技能卡也该换。绿券，一日一回。辅助券就还好，技能卡欠换。等下，这好像不是用换的，这只是应援而已。锁池数6900，他没有说换一张多少，对不对？2000、1000 ，OK， 后诺卡的可以换500。プランター。プランター先进券。動かないでくださいね。哎呀，可恶，全都想要。付き合いが長い。哎呀，慢慢来吧。十个对，可是这个获得实在是有限。忧郁和 Sweet Sweet Holiday， 放心，我们先打我们的开头。结论是全都想要啊！全速前進，楽しいライブにしよう。哇，这样子在荧幕上，我手臂好黑啊！如果是光的关系，我看一下，打的我转一下这个台灯的角度，好多了，这样荧幕也不会太亮。好，原来还有增益可以调，我以前只有调曝光，没有调增益。哇，今天也算是多知道一个数值可以调。一人だと心細いから助かるよ。Hello， 斯拉芬。应该一样没有新歌吧？Muse 呢 ？Muse 差不多。暑くないですか？小鳥が仰いであげます。所以这个要一直打是不是一直打就会有？
しいライブにしよう。サウスライナミダゴバイバイ。还好邦邦的贴图没有声音。 Hello 唐小月，哇，如果邦邦的贴图也有配音的话，还不刷一波哈鲁米。刚刚出现的是令哦，不是哈鲁米哦，是哈鲁米，冷静。令是很可爱的。我觉得这手算是十二等下位耶。あなたのサポート、すごく良かったよ。Hello, Mai。晚安哦。精一杯の輝きを。208%。哎，没 AP。我怎么在这么下面？嘿，怪的地方哎、欸，超的崩山，真的，哇塞，我真的没看过抽到三件紫色，真的没看过抽到三件紫色。那种两件的，比如说夹，因为它是十抽，一定会有一紫。你说夹在那种中间出两件的那种，我还看过。哇塞，三件。一人だと心細いから。助かるよ。呼气吸一口。紫色你我有。看到武器连珠吓死。不过那个是月魂的，那个桑骑士月魂，就那个丽塔的，看一下，没记错的话。哎、欸，还是希尔的那一把镰刀。月魂的 OK， 月魂也是蛮强的，而且我觉得他的服装好赞。只是我没有月魂，我只有暗墙龟，虽然3S 有专武。对啊，没有冰塔。哎。太好了，没贴图大成功，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卡在选队的原因。ヨハネの力、見せてあげるわ。今ならいける。最高です。今ならいける。ちょっと寒くないかにゃ。ヨハネの力。ヨハネの力見せてあげるわ。今ならいける。ヨハネの力見せてあげるわ。ファイトです。ヨハネの力見せてあげるわ。ちょっと寒くないかにゃ。あなたに
ヨハネの力見せてあげるわ。今ならいける。ちょっと寒くないかにゃ。今ならいける。私たちの絆だね。ヨハネの力見せてあげるわ。今ならいける。今ならいける。あなたに届く。ちょっと寒くないかにゃ。ヨハネの力見せてあげるわ。有睡美人，对啊，可是哎，睡美人哎，我的樱桃炸弹还在解锁当中，还在解锁的路上。すごくよかったよ。冰莲本身有全伤，给细野用没问题哦。一次十连五星限定手，就是今天的。今天哪些游戏有抽奖的机制，你把它全部抽出来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就是今天的。一次给他抽出来，这个运气好好的利用。L 三，晚安哦。主任，今天是不是偷上来打那个四 P 是不是你？P 四不是四 P， 抱歉。是不是第四位啊 ？Hello， 洋洋。哇，这个。今天主持人在问这个有没有什么战前的宣言之类的，直接说，我不是针对你，我是针对在座的各位，都是大佬。直觉想到 L 二三，哇，黑皮皮券，可以换歌的换歌，我喜欢。又是你去偷比赛。上次偷去日本比赛，这次直接跑上台，抓到了吼。全速前進、楽しいライブにしよう。コニ。
Fever 到曲尾。あなたのサポートすごく良かったわ。虽然说你这边有点远。Hello Hugh。全速前进。觉得老人能撑到魔爵士好厉害，原靠原创曲活到现在。一方面，初期的话原创曲多啦；二方面，现在还是有在出原创曲，而是速度没有这么快而已。然后不知道这个身为这个 Love Life 的爱好者，我觉得就是不知道信念吧，就是还是说该说羁绊，毕竟我自己啊，那个或许之前也是讲过几次，就是这个 Love Life 影响我的人生蛮多的，影响我的人生蛮多的，所以一人だと心細いから助かるよ。所以我不知道其他人啊，但是我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一直都持续下来，我也蛮喜欢玩的。然后我自己的话，我还认为他们饭团就是从这次转到阿图瓦的时候也还算成功吧。FGO 出来后老不在哦，原来不是。全速前进，楽しいライブにしよう。开心不玩了，了解。就是看时间啊，毕竟有时候看游戏总会看时间，毕竟每个人的时间一天再多就是24小时，所以这个有看干度。Hello 血色，晚安哦。我真的觉得很搞笑，这个密室和贝的汤姆都不会断。到底突然狙杀，第一名人赠送给23一份订阅成绩，谢谢这个匿名人赠送订阅。Hello 小鸡，晚安哦。突然，一人だと心細いから助かるよ。
你们是太神了。嗯，哎，这15分钟一次，我以为是12分钟。有去看转播吗？这边有其他人有去看，但今天没有。今天我去看台版邦邦的比赛。今天谁？竹一吧？悠瑶有去吗？悠瑶好像也有。假粉不是叫假的，怎么有一种很好猜的感觉？我也是这样想。没关系，感谢这些为你的朋友。这个时候，就算知道，也要假装不知道。就像昨天的状况。充实的一天。ヨハネの力、見せてあげるわ。最高に今ならいける。ヨハネの力、見せてあげるわ。私たちの絆だね。ちょっと寒くないかにゃ。今ならいける。ちょっと寒くないかにゃ。我还真想说这个模式不会断 combo， 感觉跟开外挂一样，奇怪的技能。好啦， combo 还是会断。假粉是不是都没去听所以歌才找不到？不是，我觉得不是，但是实情是怎么样不好说。Hello， 竹一，晚安哦。今天看起来的心得怎么样啊？今天的那个转播的部分。跟昨天比起来的话，两天都有去的，应该挺赞的吧？看歌单没什么坏。一人だと心細いから助かるよ。好像有偷唱同音趴的歌，个人喜欢 Day One。OK， 没关系啊，那个大团的主唱。已经在某个时段被流放到彭明趴了，所以唱这个彭明趴的歌无可厚非。この手を，是这个。奇怪，这歌感觉很多啊，为什么第一天都一直抽到这个同样的几首？you
就150%。今天 FGO 赚翻了，是新狂出是不是？所有游戏都该今天抽，趁这个亏，趁这个亏，一次把它抽出来。今天有点赶的感觉。弄奖还在外面，很多地方都蛮凄惨的。要卖阿团 Life 精选，阿粉该买。快了快了，距离我有那个一份稳定的工作已经在倒数了。只有勾连在一元中还是非洲？是不是该抽个梦线之类的？把我这个没抽中的全部抽出来。现场版的Raining 跟我有都没有破例，矮矮的高音很惊人。阿口有几段，不过我们很秀，很秀。欠什么 CD Firebird 火鸟？火鸟有CD 实体 CD 的话，可能欠很多。但是这个歌的话，数位版的数位版我有些先买。其实有时候也是我挣扎的部分，因为有时候有数位版，然后这个实体 CD 就觉得说啊，不急着买，不急着买，然后就会一直被我放置。我手机的还是这样子，就是这个。数位版的部分啊，这清楚吗？还是近一点？大概是这样。这个火鸟的，然后 Breakout， 然后每次一楼的，还有一个合集，我可能要换日本商店载下来才有。这大概是我台湾商店有的部分是这个。20号晚上去已经没货了，哇塞！有时候就是数位版，有时候太方便了，抱歉，有时候是我太怠惰了。到8月5号而已了，太怠惰啦。哎、欸，不，我要拿这个石头啊。很少进，哈姑咪还剩这么多，案情不单纯。这案例对我说，哇！那真的是一扫而空哎、欸。店员可能是哈姑咪粉。
等一下，这个触控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！那时候买 Return 也是，还好日雅先。论店员是哈古米粉的几率不好说啊。不知道店员是哈古米粉的几率，跟我们抽到哈古米粉，跟我们抽到哈古米卡片的几率是不是正反？不是，是不是正比？等一下，触控热闹，所以他一天就一个哦，这样十个给，会不会有点少？还是有其他入手的那个活动公告懒得看，算了，自作孽，真的，如果连公告都懒得看，真的是自作孽。看一下，十天。小鳥が仰いであげます。我知道那个有点喵喵喵，你现在是欠人家揍就对了，专业引战。为什么我往右边滑，左右滑都那个，他都会往下。私が治療しちゃいますよ。初期卡片我是蛮想要口多滴的啊，一天一次啊，对，还有这个，昨天是不是忘记抽了这个？十个。ほのかちゃんと海ちゃんは幼馴染なんです。小さい頃からいつも一緒。啊，说不过，只要玩 live 就有了。応援する。能力抜群のほのかちゃんと冷静沈着のうみちゃん、二人のバランスって面白いよね。ジャマ FGO、非洲兄弟是不是不断刷新25段的记录？有啊，这个今天我和那个，今天我们去看比赛才讲到这件事情。最近是不是30单啊？等一下，看一下 Discord。哦。新しい情報があるみたいです。好了，再顺便再宣传一下 Discord 的部分。这个订阅者专用的 Discord， 欢迎这个现在的订阅者进入。对啊，未来订阅者也是可以。就是用任何方式密我，我就会给你邀请码。对啊，只要你有订阅，就可以进来。不管这个订阅是，怎么少一首歌？没有。不管订阅是人家送的、自己买的，还是路上捡来的，都 OK。全速前進、楽しいライブにしよう。超やばい踊れ。
觉得我该去洗一下锁了。路上捡到星星。OK 的。すごくよかったよ。卡斯密吗？如果卡斯密来看台的话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スクールアイドルって。好啦，不会被我ban，我可以跟各位保证，放心，不会被ban掉的。我去洗个手，等我一下。PW 是哪一首？卡斯密来的话，会用公主飞一直跳他的歌，然后忍不住暴揍公主飞。好，现在这一首，等我一下，手快干了。我要不要重开一下 iPad？ 重开一下哦。有时候这个吃触控啊，吃绿条之类的，重开一下。不是吗？我看你是不知道花女扛把子是谁，花女只有一个陈浩南，闹事啊！花女可以只有一个卡斯米兰。哦，我明天要开始这个斯多阿玛吉，讲看这个玛吉，也不错哎，头发绑起来了，觉醒的卡面很赞哦，而且还有可爱的小水枪。まだ読んでないストーリー。超赞。好啦，触控可以乖一点了吧？練習の成果を発揮です。すごいです。超よ舞い踊れ。すごいです。阿川要是唱这一首，直接 CD 买10张。
真的，现在看到这一首，直接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阿口，我们的 Make Good。严格来说是这个游戏啦，是不系统，但是 Love Life 的话，它算是一个大型的企划，它整个算是大型的企划，比如说不管是这个游戏啊、歌啊、歌啊、专辑啊，还有动画、啊，都是算在这个企划里面，还有一些什么画册、杂志等等等诸如此类。今天是什么 ？Odomeshiki， 还有这个不会念的。看一下有没有客厅，因为之前一直有武士道想换装，时空飞是想搞爽专心搞邦邦的谣言，我觉得，不知道这个我是没听过，但是放生时空飞是有点难吧，或者是说我私心不想这个发生，因为邦邦我不知道专心搞是。多专心啊，怎么专拿这种备胎痛苦去轻举？没有啊，我只说今天轮到的歌曲，不是我专打，好不好？打就打 啊我就喜欢口头里啊。哦 ，Love Original 是那个哦，昨天的课题啊。最近是不是失恋？谁叫你去英国？我该这样讲吗？絶好調やん。99万，進め！别太着急搞妈妈，怕有妈扛不住。明天就回去，可以不用打备胎前去。水团好像做这种苦情备胎曲比较少，水团阿古就活力嘛，活力啊，这个 Shalom 的话，学生型活力，然后这个阿泽利亚。这个阿兹利亚，这阿兹利亚算什么？可爱型，但是也不是学生型可爱，偶像型可爱。对啊，这个 QT Kiss 就算是这种比较成熟风可爱。对，成熟，我觉得 QT Kiss 比较像这个，比较像乐团风格，虽然人数没有那么多。比较像这种邦邦会出现的曲风 ，Squid Days， 哦，别说了。第一句动画对要满满的恶意，对啊，想到就气，花田又出来，恶意满满，害我流这么多泪。
而且巴哈的那个弹幕哦，我真的觉得看的我不知道到底该不该笑。那么就那种那个绿色的字体，因为巴哈可以那个用字体那个字型那个颜色字的颜色啦，还在刷什么药绿哦，知道他们在讲什么，有点想笑，但是要哎。練習しませんか？もう少し付き合ってほしいです。別在黑我要了。那个谁七卡不是跟那个跟那个 Nico 那个已经算告白了吧？欸，不是，是 Nico 跟七卡反过来了，是 Nico 对七卡。看一下打什么歌，又突然好了。你不要再讲那个同人志的剧情了，好不好？楽しいライブにしよう。你出卖我。超よ舞い踊れ。舞い坂さん宙返り三回半かけがたい感じ。出卖我位置，你后面还有开人的话不要。哎，我开始追阿库拉的时候好像是什么时候？好像是他们开始分小组的时候才开始追。因为刚好，因为阿库拉第一张图就是那个嘛 ，Cascade Love Life， 那个七卡在这个内部的那个。沙滩上面挥着手那张图，今天是哪一首？我看一下，答，这首好好玩，好玩，好听，好摇，又是当季。楽しい思い出を一緒に作りましょう。
嗦的发病，难搞啊！悪魔の思い伝わりましたか？那时候第一次人设出来的时候，好像是最喜欢 Mari， 直到看到动画第二季，果然眼光没错。哦，这个会给很多，然后所以是狂刷箱子就是，还是特殊箱才会给。哇塞，那就狂刷箱子啊，几千点，最缺。到什么时候？八月五号？没有，还有很久。看一下换什么？决定这个要那个。Mary 的 heart 里しっかり届いたわ。而且分三组，看一下活动卡都是初期的啊。第四活动的活动卡。讲这个活动一，哎，为什么没有令的？还在上面。哎，要在这边。还没开，我看 B 级是哪三张？A 里，哎，这一张是狐狸那一张吗？觉醒是狐狸那一张吗？私のビジネステクニックを見せてあげなくちゃ。好像是，是不是不应该讲？第一季狂虐药也是有点问号。第一季又讲差点醉了，超恐怖的。いつも私たちを応援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。跟契卡认识也好，加入那个偶像社也好，别说了。一开始看人设的时候，我就是蛮喜欢有这样白绝现场，真的，那个八弹幕有人在刷，别，阿库啊，就是没有像这个扣扣罗那有那种超能力，可以那个，哎，不是、欸。空空楼可以跳三楼，七卡的话，七卡是从二楼跌下来，哎，顶跌下来，差不多。我还这么执着练，别再讲白痴啦！谁在刷 Ruby 的 ？Ruby 那个声音好尖哦。可以跳三楼啊，是一辈子跳，三楼应该可以跳是啦。如果是这个101的话，那可能真的一辈子。一辈子一次系列。前几天我才看到那个 National Geography 在介绍那个飞鼠装。那飞鼠装看起来也是蛮恐怖的，虽然最后还是用降落伞找那个着地啦，但是也是蛮敢的。ヨハネの力見せてあげるわ。今ならいける。ヨハネの力見せてあげるわ。今なら行ける。私たちの絆だね。今なら行ける。私たちの絆だ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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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私
ハネの力見せた。今ならいける。ハグしよう。ちょっと寒くないかにゃ。今ならいける。全速前進。今ならいける。私たちの絆だね。私たちの絆だね。ヨハネの力見せたくる。全速前進。ヨハネの力見せたくる。今ならいける。全速前進。ヨハネの力見せてあげるわ。这个打一打都会膨胀，想要去打这个魔王。あなたのサポートすごくよかったよ。下龙应该可以丢两次。啊，金阿尼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还是为金阿尼祈祷吧。这张令好像被我卖掉了。画面上这一张令。我好像有，我好像被我卖掉了。那它是回体力的。一人だと心細いから助かるよ。練習で怪我したりして。好啦，再一种换邦邦啦。地小人又加入偶像这两千块钱。白绝大师，这个谢谢米莎 Coco， 不是谢谢，别带白雪啦，不要你偶像啊！哎，按到了，抱歉，找一首。啊，就那个好了，我们的第二季 ED 好了。哦，刚刚讲到 National Geography 有一件超恐怖的事情，等一下跟大家分享。我们换游戏的时候也是蛮好笑的，恐怖又好笑。全速前進，楽しいライブにしよう。ヨハネの力見せてあげるわ。全速前進。今ならいける。ハグしよう。ヨハネの力見せてあげるわ。全速前進。ヨハネの力見せてあげるわ。私たちの絆だね。今天左手不行了，我只能用指尖，稍微用到指腹的话，就会那个长条就会掉。这个今天起床的时候是非常的累。之前不是有跟各位在聊到那个吗？这个《孤家地理》也会讲那个什么空中浩劫系列。哦，昨天我梦到。就是在我梦境中，真的是很夸张。一人だと心細いから助かるよ。看啊，就是有时候是 FB 啦 ，FB 有时候会一小段，就是国家地理他们会，比如说剪个五到十分钟，然后当作宣传。虽然看的话，完整版，比如说他们那个报告结果，还是要去那个他们就是，我不知道 Fox Plus 有没有，反正就是他们这个节目吧，电视节目去看这样子。比如说报告啊，那个最后的报告怎么样怎么样？
一定要去节目看，他就剪个一小片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先换游戏。